对待的人过失更大，丢掉人距离更远。祖宗看到了心里难过，我们要努力，要奋发，把老祖宗的教训找回来。我们给儿童编了一套书，根植根，编了一个小册子，册子编出来，有没有人读它？有没有每一天把它念一遍？怎么学佛？每一天至少要念一遍，要摆三摆，念的书行，天天要照行，心里头有尊敬老祖宗，跟老祖宗感应道交，祭神如神在，这个神是祖宗，不是别的神，如同祖宗在面前，每天拜三拜，把老祖宗的教训练习三遍，尽一切困难恢复教育，古老的私塾教育里面内容伦常道德，这叫孝祖宗啊，要孝，孝孝法，要顺，顺是要依教奉行。中华儿女，我们发现把它恢复起来，这个比唐庙里面课外作息更重要，所以我们多想想。